学大家好。好。我是朋友，然后又是一个参加一个有没有的游，蓝是自然的蓝。来，那就是说，哎，我不是说，我千万不要错过，我要卖的书是《宇宙绘本图鉴》。他是前年圣诞老公公送给我的，我喜欢这本书，因为很有趣。我要卖100元，今天的优惠是半价。为什么要买我的书？理由有两个，第一是因为方便携带，第二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知识。谢谢大家。